我一年赚超过300万，有厝有车，啊，不过我上班的时间较长，踮厝的时间较短。不是我歪交女朋友，是我根本就无时间。啊，唔知影周小姐，你甲我拍几分啊？我知啦，像我这种查甫人，要揭出缺点是真困难啦。啊，若认真讲，应该就是我年纪较大，啊，佮有三高啦。身高高，收入高，颜值高。你身高高，收入高，颜值高，这有什么好等的呀？你自坐落来开始哦，你就一直认为讲，全世界查某囡仔拢会喜欢你，拢会嫁乎你。啊，是那到即马，还是都是那？迄就是因为哦，你眼睛长太高，所以啥物拢看袂到。